拥有2000个熔炼器，可以开出极品装备吗？啊！你看我画今天晚上已经有了2000多个熔炼器，你看我现在的等级是28，能够抽出极品装备的概率只有0.035%，但我这么多抽，肯定能出一个吧？西伯女的勾践，咱们开抽！哎，搞错了，再来！哦，真的开出来了，极品神装如意金箍棒，暴击增加10%，跟你装备上去试试，手怪直接秒杀，你们快来试试吧！不用下载，点击即玩哦。